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吕杰飞 ，Shiny。如果今天你走在路上遇到了怪咖，建议你听一下外星人，还有水瓶座朋友很多的。家是天堂，想家的时候，还有就是你觉得遇到困难，或者是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，可以听这一首《家是天堂》，帮你释放负能量。其实我每一首歌都很喜欢呢，最后最喜欢的一首歌，《爵士舞光》。那最有挑战度的呢？爵士武功，爵士武功，因为之前的名字对身体不好，我想要长命百岁。最常听的一首歌，其实我自己的每首歌我都常常听哎，因为我每天都在最近都在忙着做这张专辑，所以我最常听的歌应该是我自己的歌。最近不当歌手，我想要当牙科医师。为什么？很赚钱。睡觉的时候总是做梦，梦到自己在大海边跳海，然后就滚下床。这是我想抱怨他的第一件事，拜托不要再从床上滚下来。第二件事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第三件事就是有什么心事要记得多多讲，不要都放在心里。就这样，其他都很好。复活是炫技美型歌姬，就是又会唱 jazz。发发发发的嘟，发发发发的别嘟，又会唱 hip hop。Yo， I don't care who 想要的平民嘴，不想去管错对，根本就不可能错过嘞。还有呢，就是要会唱流行歌曲。当我需要一扇门窗，能躲避风雨的地方。那我们就是要进入快问快答21的，好紧张哦！快问快答，心跳变快啊！第一个是 Jazz 跟 Rap，Jazz 外星人跟 Jazz 天堂，外星人。努力，你觉得你是努力型的歌手还是天分型的歌手？努力型。大家好，我是 Shiny 吕杰飞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新专辑《外星人 Jazz 天堂》。